嗯，很好。老二啊，看样子你在这份计划书上花费了很多功夫啊。大哥，你过奖了。我知道这个计划对霍家来说有多重要，我既然是霍家的人，当然要对霍家负责。还有，和汉森签约的事项基本已经谈妥了，他们同意出售最先进的技术给我们，就等到时候剪彩了。 冬青啊，你怎么看呢？我看了二叔的计划书，非常成熟，并且对于霍家的发展也做了长远的规划，所以我没有意见。哼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和洋鬼子合作，用洋鬼子的技术赚洋鬼子的钱。冬青啊，你是留过洋的，这个计划你来负责吧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让吴霞帮帮你。 啊，爹，可是这是二叔说的没错，你二叔比你有经验，啊，刚才你二叔也说了，我们都是霍家的人，一家人要一条心呐。老二，你手上还有别的生意，冬青以后有什么地方不懂的话，你可要好好帮帮他。哦，哎，冬青啊。 好好干啊！我和你二叔都信得过你，毕竟将来是你当家，不是我们这些老人呐。啊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一定会好好协助冬青的。嗯，好。 这样对我，从小到大，当初要是没有我为这个家出生入死，他能有今天？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有一条心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！ 支持，承蒙大家对东青的厚爱，也承蒙各位对霍氏企业的支持照顾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韩森先生，正是他为我们霍氏带来新的技术、新的管理。我相信不久，我们霍氏企业就会成为全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。同时，我要感谢我的二叔。 霍氏企业就会成为全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。同时，我要感谢我的二叔，霍万红先生，正是他促成了这次合作。谢谢二叔，谢谢你。
总算是开春了，开春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娘说的没错。哎，您看那些树都发芽了。嗯，这花花草草比不上你们家乡的。娘虽然没有去过苏州，可是听也听够了，什么山呐、水呀，样样都是好东西。哎，吴霞，你看这小乌龟多么可爱呀、你看它自由的游啊游啊，什么争啊斗啊都跟它没关系，其实这也是做人的理儿。吴霞，听二叔说外面的人都很喜欢你，真好，你总算给咱们霍家争了面子。娘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前些日子家里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总算是过去了。你看我忙活的连正事都忘了。吴霞，我可等着你和冬青给我抱个大胖孙子。娘知道现在社会变了，做什么都讲究个新潮，可是做女人呐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相夫教子。这也是娘当初啊为什么要选你做我们霍家儿媳妇的原因。娘相信娘不会看走了眼。娘您放心，吴霞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吴霞，你看这小乌龟还懂得夫唱妇随呢。怎么了，冬青？我看你太累了，不如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再看吧。不行，我今晚必须把机器原理摸透，明天才好跟洋人谈。这些洋人精得很啊，我不能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冬青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呀？你自己先睡吧。上山时的情景吗？你一直拉着我扶着我，
你的一切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，我会一直把这些记在心底，直到你发现的那一天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吴霞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，跟你姐学啊。嗯，看真没规矩，不知道以后怎么嫁得出去。娘，您别说红玉了，她还小嘛。红玉，最近学校里的功课怎么样啊？我功课可好呢，先生都夸我。功课还提功课？你们都在这里啊？哎，这么小，油焖笋，你大姐知道你爱吃，特地从婆家带回来的。娘，这我和大姐干就行了。你带着妹妹出去吧，别让她在这添乱。好，你看，娘，你姐嫌你捣乱了。我弹琴给你听啊，娘。好好弹啊。大姐啊，你现在可出名了。那些啊，都是记者瞎写的，是吗？大姐，你跟姐夫怎么样了？我什么时候能做阿姨啊？我。对了，大姐，你和姐夫平常都聊些什么？姐夫留过洋，又见过世面，又读过那么多的书，你们之间会不会有那个叫什么？距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学校里的杨老师说，这个叫做共同语言，不知道姐夫在不在意。共同语言，吃饭了。大少奶奶，再见！大少奶奶辛苦了，再见啊！大嫂，大嫂，快来帮帮我！有没有人看见？没有。大嫂，你要的书我都拿来了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洋文了。哎，邓康啊，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字母啊，大嫂，你要学习洋文，就要首先学会这些字母。字母？什么是字母啊？字母就和我们的横竖撇捺一样，学会了你才可以学习洋文。你看，这是 A， 这是 B， A A B A B。 哎，对了，东康，你有没有忘记答应过大嫂什么事啊？记得，学习洋文是我和大嫂之间的秘密，谁都不能说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。真乖。来，这个呢？这个是 C、C C C。这个呢？这个是 D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感觉你好像一直在我的身边。
你现在真的爱上他了吗？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你还记得那天你和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吗？我经常会回来。小姐，这账单。哦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去一家裁缝铺，是那个裁缝做您之后呀，可好了。哎呦，那好啊，那这布料也不错，顺便啊选几块料子。是，这马上啊就要换季了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走了。二姨太给大家带点心来了，大家快来尝一尝啊！二姨太你好，每个人都有啊。二姨太，二姨太好。哎，来尝一尝吧。二姨太好，有没有我们这儿啊？好，好，哎，尝一尝，不错的。有没有我的呀？二姨太给大家带上啊，我来这边。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也不错的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哎，这个尝尝吧。这么难得来给大家送点心，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。好像没有我的份儿。你的？哼，你就不问问我今天来这儿为什么？那、no, 你看，别告诉我是你画的。我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啊，这么浪漫的事情那只有玉家的二小姐能干得出来。哼，芷兰画的。嗯，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？哎，你眼光不错，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还给他。还给他？嗯，你去还是我去？女人的事当然是女人去做了，下一步怎么走我早就想好了。行，我去就我去，那下一步就由你安排了。芷兰，你今天的表演真不错，谢谢。桂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怎么啦？就不信我们这些老太婆来看看你们的文明戏呀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傻孩子，不是这么弄的。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二小姐啊是个成角的料，今儿见了果然不同凡响。桂姨啊，现在我们不叫角儿，叫做明星，更何况这只是个爱好罢了。其实叫什么都一样，那以前啊他们都管我叫戏子呢，就因为这个他们霍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不起我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桂姨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其实啊，像咱们这种在戏台上的人，怕的就是人戏合一。纵然你在戏台上啊，爱得再死去活来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卸了妆还得回家过日子。你桂姨啊是过来人，凡事想开点吧，啊。桂姨啊，芷兰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那这个不，哎呀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人也不一样啊。你比桂姨我有姿色，要不就争到底，要不就干脆放弃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这是为你好。我总觉得你挺像年轻时候的我，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。哎呀，如果当年我知道珍惜爱情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给人家当姨太太呀，是吧？好了，我走了。台上做戏，台下做人。好了，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安排工作了。大少爷，自从我们跟洋人合作，生产速度是快，
可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管理人才，比如说要进些新材料，学个新技术，说不定哪儿出个毛病，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，拿着人家的合同却什么都看不懂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想请些新人，懂技术，最起码要会洋文。按老爷的话说，就是我们再也不能指着那些洋鬼子过日子了。二叔，你认为呢？是个不错的提议，这个问题急需解决，但未必要用外人嘛。如今兵荒马乱的，找人还是得找知根知底的，眼前就有个现成的。哦，听二叔的口气好像有人选了，是谁呀？请。哎，芷兰。姐夫。来，芷兰。芷兰是上过洋学堂的，念的是经济，她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道，再者她是大少奶奶的亲妹妹，大家自己人，知根知底，不怕干了一把料条子。董卿，你觉得呢？不错，芷兰的确是个人才，但她现在还太年轻。芷兰，你真的愿意来厂里帮忙吗？我愿意啊。经验方面是可以积累的，如果你觉得她太年轻，可以先让她做一些辅助性工作，我想翻一个说明书是不成问题的啊。那好吧，芷兰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干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干的，不会辜负你的，姐夫。谢谢你啊，二叔。好好做，别让你姐夫失望。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先生病逝，举国哀悼。上海爆发五卅运动，中国再次陷入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。现在局势这么乱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够养活一家大小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相信我们厂里是不会出现工人罢工的情况的。董卿，芷兰的话你听见没有啊？董卿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是霍家的当家人，要是在这个时候出什么岔子的话。二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你知道吗？现在中山先生走了，你看看外面的情景，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？洋人对我们也是虎视眈眈。想到这些事，我心里就……董卿，这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厂子撑下去，不管外面有多乱，你都不能乱了阵脚。啊，这份计划书是芷兰做的，你们商量吧，我还有事。好。看下这份计划书还有什么问题？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这段日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其实很多事情想开一点，这个社会还是要往前走的，有些事情老百姓也控制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手中的事情，这样才算是为国家效力吗？可我不能看着中国就这样乱下去，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？你想想，我们40000000同胞每天都在挣扎。我还记得当年我和中山先生一面之缘，
先生对我说，中国的命运就在我们每个人手中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很多事情你做不了，让我来帮你做好不好？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份计划书有问题吗？啊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姐姐还在家里等我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这样吧，我们回家去谈。你跟吴霞也好久没见了，好吗？好。好啊哟，好啊！大嫂，这是我想出的办法，在洋文旁边写上中文，这种办法保准你记得又快又好。大嫂，快试试。好。You are Goodman. You are Goodman. 大嫂，我不是 man， 我是 boy。哦，You are born。大嫂说得好。红玉，要不要过来一起学呀？不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哎呀！大嫂，快点！红玉，你怎么不在学堂念书啊？二姐，你忘了，我现在放冬假。再说了，你要让我带些苏州的土特产给大姐啊。里面坐。哎呀，东康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大哥，你看我像不像火车？像像。火车开走了。吴霞，不忙，我和芷兰还要商量一下厂里的事情啊。你先忙吧。来吧。姐夫，这是工人提出的要求，我大概做了一个财务的报告，你看一下。好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不是跟你讲先去忙吗？快。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大原则，不然我们的工作无法展开，而且琐碎的事情也没办法处理。不过这么一大笔数目，公司的账上会不会有问题？我算过，绝对没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拆东家补西家而已。我们减低工人文艺活动的经费，把它转为实在的经济利益，分到每个人的头上，这样做就不会出现赤字了。很好。这些数字不会有错的，你看。姐，你在秀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大嫂，你看，共同语言。出血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没事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大姐，我帮你找药去。好。没事的啊。三小姐，二叔，
对不起啊，我大姐的手受伤了，我帮她找药，才这样误打误撞的走进来的。啊，还有，我闻到这里有一股南方特有的檀香味，我觉得北方应该没有，所以我才想进来看看的。你没觉得她和你长得很像？对，她是我妻子，不过我已经过世了。对不起啊。你喜欢这个盒子？啊，我觉得它很好看，很精致，也很漂亮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盒子。还有，我走进这个房间，觉得这里的家具和摆设一点都不像北方的样子，而且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苏州老家一样。这个檀香味道怎么会在这儿有呢？你的问题还真多呀。这个盒子是他生前最喜欢的，难得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知己。他也是苏州人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生前的样子摆设的，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动过，除了我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你，再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。你很爱他？那时候我很喜欢吃苏州的点心，什么清明团子呀，栗子糕啊，酥酥软软的，我爱吃，他也喜欢给我做。不过现在想吃都吃不到。你别难过了，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也不会开心的。谢谢你，三小姐。你以后别叫我三小姐了，以后就叫我红玉吧。为什么我会和他说那么多呢？天不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哎，公司里那么多事情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别累坏了自己的身子啊。哎，啊，我自己来。怕我发现这个吗？原来你都看见了。为什么要偷偷学杨文啊？我觉得有的时候和你距离好远，你和芷兰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，我也帮不上你的忙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你说我是不是不算一个好妻子？你呀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你当然是我的好妻子了。这样吧，等你学好了杨文之后呢，就到公司里面来帮我。哎，这个怎么念？闷。No. Bo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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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面粉没有发好，
一睁就没有原来的样子了。还有那个清明团子，原来北方没有艾叶，我以为可以用菜汁代替的，没想到一睁味道也全变了。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，即使是大姐也不能说。我以为我能做好的，没想到味道全变了。对不起啊。我的一个苏州朋友给我做的，做得不错。我想你是苏州人，所以正好借花献佛了。哦，二叔，来，你太客气了。哪里，我吃了一块，样子虽然不好，可是味道非常不错。哎，你尝尝看。嗯。怎么样，不好吃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那么适合冬青。二叔，你说的没错。我觉得这段日子，我和冬青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不知道是我太敏感了，还是……啊，吴霞，你不要这么多虑。这阵子厂子里事情很多，冬青有很大的压力，你要多关心她。嗯，二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二叔是过来人，什么都明白。啊，有时间你也做点点心，我想冬青呢，她会喜欢。哦。啊，你忙吧。这件事回头跟二叔打个招呼。哎，吴霞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这么晚在念英文啊？哎呀，没办法，又是洋人的事情，今天一下班啊就跟芷兰去谈了。哎呀，芷兰的英文真不错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煮了宵夜，你吃一点。哦，我很累，不想吃了。嗯，我今天去了。嗯，去哪儿？没什么。好，你不用等我了，先睡吧，我还有很多文件要看呢，早点睡吧。嗯。
贾巨夫要过寿，哼，鬼才信呢！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，忙着收敛钱财，扩大自己的实力。哼，明明是一场鸿门宴呐！爹，那我们去，一定要去，而且还要备一份体面的寿礼。照现在的局势啊，我们还不能得罪他。 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，冬青，你和吴夏一块去。好，才说，哎，老爷，你陪冬青一起去。知道了，我这就给少爷准备去。爹，那我先去。上次啊，我们吃了亏，这次呢，凡事一定要小心。 知道了，快点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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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是这般的郁郁寡欢，失去了旧时的高兴，好叫我心里为你俱忧。谁知道好不好都